现在几点了？现在晚上十二点了。这是一个房子，你们睡觉。一个卧室在房子里面，一个床在卧室里面。床上面有奶奶，奶奶睡觉。狗在奶奶里面，狗也睡觉。猫在狗上面，猫也睡觉。猫上面有老鼠，老鼠也睡觉。苍蝇在老鼠上面，苍蝇不睡觉。苍蝇看老鼠，老鼠是看住猫。猫叫狗，狗叫鸡奶奶，奶奶打破窗。你们在房子里面不睡觉。